是不是嘛？是不是嘛？伤害到你都来不及了。对啊，就像那种恐怖情人一样的意思啊。你觉得他对你有威胁的时候，你一刚开始你去报警什么的，他们就说哦，就给你那个什么保护令，然后什么之类的。他一刚开始，我告诉你，他一刚开始他也不会给你保护令，他一刚开始会给你一个就是类似就是帮你登记而已。对，一刚开始他不会觉得说那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，他会先只会帮你登记，然后之后等你可能真的他一直都是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他才会帮你申请那个保护令。对啊。然后说真的，他说只要你发现他在你家附近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就是叫警察来。但是重点是，通常那种恐怖情人通常都是神出鬼没的，你怎么知道他现在突然出现在你家附近？